这个小球球呢，非常的圆润和饱满，有弹性，你看，很可爱的。嗨，我是苗姐，我又来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新的凤尾花的花样。这款花样呢，是用来织一个披肩，就特简单，一个长方形，然后把两边袖子一缝，然后缝几个扣子，就可以做一个秋天的披肩。起了28针，然后织了两行基础针。好，现在第一行我们开始织花样。第一行正面行是一个边针挑下不织，然后织一个扭针，扭下针。就是针从这里插入，织一个扭下针，一个上针，再一个扭下针，从后面插。好，这就是一个边，一个窄窄的边。好，马上织一个两个上针，一个两个，一个空压针，再一个右边一。一个右边一，再两个上针就可以了。开始织，正式织这个凤尾花的这个部分的花样啊。其实它是由两组花样组成的。好，凤尾花的花样是三个左边一，两个，三个，空加针。一个下针，再一个空加针，一个下针，一共是六个啊。第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。第六个空加针的时候，加完以后，我们就三个右边一，一个，两个，再慢一点。三个，一个边针织上针。好，第一行就完成了。反面行边针挑下不织。凤尾花这个部分呢，全部都是上针，这是反面行，正面就是下针。好，咱们一直织到什么位置呢？织到凤尾花这个花样完成以后，不是有两个上针吗？在这里，啊，在正面看就是两个下针，啊，在反面看就是两个下针，就这里，两个下针这里。我们就再接着织两个下针，这边加针的部分还是上针，这个地方是下针，两个下针，按着这个。逻辑织，按这个顺序织。我们开始织单螺纹这三针的时候，该是在正面是扭下针的时候，在反面咱们就要织扭上针啊，就这样，一个下针，再一个扭上针，从这里入针，好，一个边针。第三行正面行。又开始重复，好，这个单螺纹针还是一样的织，扭下针，一个上针，好，再一个扭下针，好，这是单螺纹边的部分。好，在第一组花样，这个小花样六针一组的这个花样呢，我们是两个上针，还是两个上针，然后又开始织花样，仍然是。一个并针一个加针，但是它这个是第二次是先并针再加针，并一个左并一，加一针是上针。好，该上针就是上针。好，到了凤尾花的这两个下针完了以后，到了凤尾花的位置呢，我们还是织，全部都织下针，正面行都是下针，反面行就是上针。
最后一个上针，好，织完了。反面行要简单一些，反面行还是跟刚才的第二行是一样的啊。好，这个第四行结束就是这样的，第五行，一直到第十三行，就是重复第一行到第四行的编织。好，第十三行织完就是这样的，其实是织了四组这个带动眼的这个凤尾花。好，我们这个规律就是这样的，这个边呢，这个单螺纹边就是带扣眼的这个部分，到时候和这一组 A 组花样六针一组的这个，它始终是不变的，一直往上织的啊。然后身子的部分就全是凤尾花的这个花样的部分呢，全是重复一到四行的编织，一共织四组啊，四次。然后呢，到最后一次凤尾花这个加针结束了以后，我们织一行下针。第十五行、第十六行，我们是织两行上针。好，十五、十六织完了，十七、十八两行下针，也不掩饰了啊。好，到了第十九行，有变化了，边针挑下不织，然后仍然这个就是这个边的部分。该织什么花就织什么花，就是在它的变化是在凤尾花的这个部分啊。好，织一个上针，又加针，一个上，两个上针，左边一，空加针。好，这个地方开始织凤尾花的这个变化的部分，我们先织三个下针啊，这凤尾花三个下针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要开始织球球的部分，织三个小球，一共我们是用钩针钩出来的。这个球呢，我用3.0的钩针啊，4.0的钩针，织一个找合着的变形针，这一针开始织找形针，挂四次线，一次绕，两次，三次，好，四次，然后并针，织一个锁针，好，这样就结束了。这就是一个球球，然后把这个钩针取下来穿上，我们再织四个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好，同样的操作，再织一个小球，这一针挂四次，一次，这是中长针的变形找合找形针啊，两次，三次，四次，好，并针，织一个锁针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穿过来，同样的织下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下面一针同样的操作，再织一个小球，一次线挂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四次，并针，锁针，锁一针，穿回来，再织三个下针，
好，一个边针，这样我们这一排球球就织完了，非常可爱。有了这几个球球，你看，非常俏皮这个花样。好，这个第二十和第二十一行呢，我们是两行上针。好，第二十二行这个下针就织完了啊，这是最后一行。那咱们这一组花样完整的花样就织完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它这个衣服披肩织下来是一个底下底边是一个波浪形的，啊，一个波浪形的。然后因为我示范的时候是有边的，是织的门襟这一块儿。这是单罗纹针，这是第一组花样，这是第二组花样，实际上是有两组花样组成的。然后一直有变化的呢，就是凤尾针花样这个部分呢是有变化的。我把这个，这个缝合的这个编织图，待会儿放出来大家截图就行了啊。它这实际上总的织来就是这个花样，织成一个长条，织成一个长条，然后具体的多长你根据自己的，身材，比划就行了。它也很简单，缝的就是这两个袖子的部分，我把袖子这个扣眼留出来，然后定几个扣子，你把它需要变成皮那个什么，变成小小坎肩的时候呢，你就把袖子扣上就行了。不需要的时候你就这样随便一披，这个它变化挺多的，它也可以把扣子扣在前面，变成一个小披肩，也挺好看，小斗篷。然后咱们这个扣眼的部分留出来以后，我们是用那个针缝成锁针的这个形式把它缝一圈就行了。好，今天的花样大家学会了没？没学会就反复的看一下视频吧，喜欢的就收藏吧，欢迎评论转发留言，爱你么么哒，明天视频见，拜拜。